来到迷梦乐器啊，我现在拿的一台是 Bogner 的 XTC 100瓦的啊，这个是非常经典的非常经典的一款音响，而且这个是 101B 啊，这个后级是1234的后级。那么这一款音箱跟那个20周年的是一样的，其实上面调节都是一样的，就是它里面的一些管子不同啊，然后一些电容不一样啊。我们听一下这一个旗舰的标准款的啊 101B 的音色，现在我打的是轻音通道。轻音很干净，而且可以调出各种模式，把这一档听一下，哇，很肥美啊，很因为没接踏板，所以先用它的一个比较，开到了，很好听啊。然后这个可以开一个明亮的。三个模式 B1、B2 三个这一个EQ 的一个变化非常明显。然后我们听一下第三档，三通道，也就是它的范围很大，然后三个模式，然后这个肥的音色，亮的。